今日係第23日啦，我記得今日係大寫三個禮拜多啲。係咯，咁多啦。係啊，我 total 呢家瘦咗應該有大概8kg 左右。啊，你快！我都係瘦。即係十七八磅啦。咁啊，我覺得三個禮拜有呢啲功勞咧，要多謝 Eric 嘅。得啦。係啦，得啦。係啦，多謝 Eric， 佢幫我寫個餐單啦。咁都要多謝自己，佢刻苦咁樣完成呢個餐單嘅。40歲，今年40啦，40歲嘅時候有啲目標自己去完成咧，我覺得可以為自己嘅生命立下一個里程碑。起碼到大個，即係阿女大個嘅時候，可以同阿女講翻：喂，你到40歲都做嗰啲嘢嘅。喂，阿林道，佢嚟未操嘢㗎？究竟你仲信佢講嘢咩？佢本來㗎，咁大喇喇為錢喎、啊。哇！佢本來我收工嗰陣時，佢同我講話，你約咗佢啊嘛。佢話會過嚟咯。係啊，但係佢話咩過嚟做20分鐘咁樣，唔知佢喎、啊。但係我走嗰陣時，佢同我講話唔嚟咯。佢聽日6點要開會。咁撚懶嘅。係啦、啊。唔係第一日先知係嘛？你係佢陪跑員嚟嘅。喂一陣好過冇啊！咁我哋開始啦。開始啊！起啊！我日日叫佢朝早6點起身做運動啊，佢唔得啫嘛。我期待咗好耐啦，終於見到人啦，可以同佢操嘢啦。終於出現啦！我係為咗話要配合做嘢，我死都出嚟嘅一個啊！好感動。哎、我唔啱，我教重咗俾佢。你把支嘢好重咁。體貼。係我唔啱。嚟做翻啦。係。喂，而家我仲啊。係我唔啱，係我唔。重咁多。我做十二啦，一、二、三、高。一。加油啊，林道！唔好輸俾啲後生仔啊！你仲後生。唔好輸俾啲後生仔啊！我哋呢個係第一個 super set， 我哋今日做三個 super set。呢個熱身，呢個熱身，係呢個係熱身嚟。嗯，即係咁高密集嘅運動就真係第一次嘅，因為之前可能會小跑下、跳下繩啊，有得行路盡量行路啊。其實流汗量肯定係呢兩年嘅總和啊，肯定係已經係呢個零月期間肯定係。呢個第三 set 第二張，第三 set 第二下，一二三。點解要導演頂班呢？就因為我陪跑員阿飛今日打完針，跟住佢隻手不具，所以嚟唔到。即係落手。有少少好似 competition 嘅感覺，即係有個對手俾你。我要贏佢，我要舉得快過佢。我話呢個係男性天生嘅天性嚟。你去屙尿嘅時候啊，都會裝下隔離尿兜咯，會唔會粗啲啦？係咪先？九、十、十一、十二，翻啦！十、十一、OK， 俾我。如果做得太快咧，咁就冇 feel。OK。OK。有嘢睇啦，阿卻，阿卻啲青筋爆曬出嚟啦。唔好嗌口啊。鏡頭前面舉重一格，呢個係我嘅心得。永遠在鏡頭前面咧，係舉咧係可以重過你平時一格，起碼鏡頭面前重一格，嚟一做乜大鑊啊？我去攞到10啦，唔係呢個角度嘅問題，
係音樂都係我根本大抽。有冇 feel？ 有冇 feel？ 有冇充血嘅感覺？漲漲地咁啊！你但係應該 feel 到係漲大，有充血嘅感覺，充血咗撕裂嘅，即係好似平時你扯旗嘅時候咁啊！周瑜。過程裡面我發現一樣嘢就係、是，其實 Kango 作為一個參賽者嚟講，佢係一個非常非常之識得去照顧人嘅一個 partner 嚟。在鏡即如果我揸住部 camera， 可能我要 focus 好多嘢，我冇乜留意。但如果我 into 喺件事裡面，其實 Kango 係非常之照顧嘅。上麥，幫你。幾多？七。哇！啊！春光乍泄。有十五。嚟。高唔高？一高好高。文藝片嚟噶，睇下知我哋呢度。睇下知係啦。哇！哇！諗下都開心。Check it out！ 嚟。不過有樣嘢係。地方是你自己去做運動和有 partner 做是有些不同狀態，其實明顯會不同的，比起我自己學街跑步跳繩有些不同。 Anyway， 即要真的去 pick up 一樣東西的勇氣是最大的。我很多時候這麼多年來我都一個人走來走去，我會反而覺得即今天是有幾個人一起操，我是覺得挺感動，即係有多個人 ，even more than 一個人，四個人係會 power 成四咯。導演精神狀態關注組呢度。鏡頭對住你啊，導演。係啊，導演。輸得啊，導演。我淨係覺得揾到啲新嘅宇宙。死啊！上头啦，开始上头啦，导演乱语啊，大佬开始胡言乱语啦，都唔知自己讲咩啊！你收我枪，你收皮，我钱嚟。识要冷气咩？恭喜你啊，林导！恭喜你！你漏水喎，師傅。我一做呢啲一定係咁樣嘅，一定啊！好嘢！耶！好嘢，好嘢！除咗約埋健身，製作組亦都揾咗中醫幫三位參賽者把個脈，睇下大家有冇啲咩暗病，有啲咩唔舒服啊？自己覺得自己。我覺得自己好似好濕啊嘛，係嘛？幾大靚仔啊！好啊，你照錄啊，講講就照講運動。你雖然你太有自信啦，又真係好濕熱喎，條脷好紅添喎，係嘛？中唔中意食啲嗰啲煎炸嘢啊、飲酒嗰啲㗎？中意，我做酒嘅。嗯，職業嘅一部分冇辦法。職業嘅一部分，所以成日要飲。個職業令到你濕熱係咪？伸條脷睇下，哇！其實你都真係脷胎厚啦，偏黃啦，成日等凍，係比頭先嗰位先生更加濕熱嘅。係啦，你加油，唔好放棄自己啦，好唔好？呢個史上最大嘅空間就係進步空間啊！係啊，你唔好咁突出下嗰度咧。你個缺點就係少做運動，呢個係我成日都講噶啦。雖然你係冇運動嘅，啲同事證明咗唔係少做，係冇做，係啦。做咗我驚你受傷。誠實嘅 ，OK。Ken 咧，佢都係比較濕熱啲先啦。首先，但係佢對答反應係最快嘅。頭先喺三個入邊之中咧，
好啦，咁之後 Keith 啦，咁本身都睇開佢嘅，咁咧佢其實都係得個攰字嘅啫，其實就係同埋壓力比較大少少啦，同埋新陳代謝慢啲咯。咁如果譬如大春嘅話咧，咁佢首先啦意志力比較低啲嘅，個習慣比較差嘅，咁同埋佢先天性嘅身形咧，唔係後天性嘅身形咧係肥咗嘅。絕對推斷佢一定有脂肪肝嘅，所以你唔好放棄自己得㗎啦，知唔知道啊？你係可以瘦嘅，你好多 potential 可以瘦嘅，我覺得係，好冇？大春，兩位參賽者都為咗佢哋嘅目標而努力，唉。你今日對阿大春有冇咩期望咁啊？冇，一。一點期望我哋冇。係一點十五分，我哋約幾點啊？我哋約一點十五分。黐線，十五分人仍然係消失了。我話你聽，大春遲一個鐘係合理，遲兩個鐘叫做遲樣，遲三個鐘就先至叫做 standard。OK， 拜拜。所以有大春係有遲冇早，永遠都係，除非唔係。Hello，Hi， 嚟到第四集嘅四十二立，咁我係 Milton 嘅 Ayu， 咁呢位係 Eric， 我係 Milton 嘅 Eric 啦，咁係啦，係咁我哋今日咧就會做一個 boost camp 咁嚟到黃金海岸，咁我哋又準備咗好多嘅工具，咁咧我哋 Eric 就會同大家講我哋今日會做啲乜嘢啦。係啦，咁我哋咧就 set 咗有五個項目俾大家嘅 ，OK。咁分別咧就係有 kettlebell 啦，我哋做一個 swing 嘅，跟住然之後要踏步。咁我另外就係一個 medicine ball 啦，咁就會做一個 power ball 嘅動作啦。咁另外就有兩條鐵鏈嘅，攞嚟負重用嘅，做一啲負重嘅體能訓練。咁另外仲有繩梯，繩梯咧就係一啲都係體能訓練嚟嘅，不過就自身重量就 OK 啦。咁我哋亦都準備咗兩支水槍嚟嘅，係啦，就用嚟懲罰下啲唔做嘅同學嘅。OK， 係啦，咁個比賽規則咧就係會計分啦，咁就每一彎裏邊咧就分頭一名同埋一二三名咁樣啦，係啦，一名就有三分，第二名咧就會有兩分，第三名咧就會得一分，咁到最後總結咧，輸咗嗰隊咧，咪贏咗嗰隊就計到係呢集嘅 MVP 啦，咁輸咗嗰隊咧就可能會有啲懲罰咁樣啦。好 ，OK， 好，咁開始啦。第一个动作，咁我哋做一个reverse 嘅 lunge 啦。咁做嘅时候两脚合埋先，两脚微曲 ，OK， 一脚踏后落嘅时候咧，尽量前面一脚用力啊，系啊，上翻嚟 ，OK。咁记得落嘅时候前面一脚咧，尽量唔好过脚尖啦，都系 OK。吸 ，OK， 落吸上呼啊。咁呢个我哋做一分钟 ，OK。好，咁开始啦，一分钟，唔好停啊，曲啲嘅脚射去。大家都做得挺好，继续是你做得不好，后面一脚曲脚，曲脚啊，后面那个曲脚啊，继续，后面一脚放松啊，前面只脚用力啊，记得，好，我记住你，好，再射，咁耐嘅咩？一分钟啊，差不多啊，好，够钟，好，嗱，第一动作完啦，跟住第二个动作。第二個動作做一個 jumping jack，OK，、okay， 好，首先兩手打開啦，合埋只腳，跳起嘅時候向隻手舉高少少 ，OK， 隻腳踏開 ，OK， 買翻嚟，好，準備一二三，再開始，一分鐘，冇停啊，繼續，上咗，繼續射，冇停啊，繼續，加油，大春。射啲嘅，射啊！快 keep 住啊 ！keep 住气，好，差唔多啦。好，好啊。跟住第三个动作啦，咁做一个 做翻一个 squat jump 啊，我哋 OK。squat jump 啦，咁就首先讲个 squat 先啦。squat 嘅时候咧，首先个 pat 向后 ，OK， 夹个 pat 向后啦，然后向下踎低 ，OK。跳起嘅时候咧，记得两手向后。落翻嚟咧要即刻踎低嘅，如果唔係咧就個膝頭哥會用力嘅。OK， 好，三二一，開始。我嚟啊！隻手，做好啲。教練，明明做緊嘅喎，少少，個腦又低啲。我臨到停咗，你冇落到，仲要淨係射過去，踎落去。踎低，只腳踎低啲。大春停咗啊！大春停咗啊！冇啊，冇水啊！
最後五秒，最後五秒。好，接力。好，我裝水先。呢個咩？我熱身完。熱身完啦。之後第一個項目咧，我哋就會做個 kettlebell swing， 但係咧我哋會做一個行前嘅 kettlebell swing。OK， 咁我哋咧就要行到去對面，咁我哋嘅 partner 咧就會喺對面嗰個位置接力，咁就計時嘅成個過程。咁 kettlebell swing 啦，做嘅時候咧就係我哋係揈個壺鈴嘅 ，OK， 做嘅時候咧條腰要直 ，OK， 個 pat pat 向下，跟住繼續踏前啦，落 ，OK， 二開始，係咁坐低，唔緊要咧，試幾秒啦，唔好意思，走火。快啲，快啲，快啲！好，好，呼前上，跟住踏前，呼前，系啦，用个腰嘅，并上去，大步啲，系冇错，快啲，继续，大步啲，继续，快啲，好啦，冇计到添，吓，系啊，冇计到，诶，我计，我冇电话喺度喎，等先，你俾我一系。冇低啲，我暫停。技術問題，好標準啊呢個。因為當乜都聽唔到得㗎啦，係啊，一隻成個屋揈開。好，好，好，接力開始。好，你開始。低啲，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熱唔熱啊？唔熱啦。我完咗噶啦。好嚟。好。繼續高。快咗，有冇錢？好嚟。好犀利。兩個世界嚟，好嘛？好完啦，係咪啊？好。哇！咁辛苦，你冇計，冇計。整家你大鑊。整家你。頭先又就唔關我事。有計。睇我呢一身嘅造型，就知我今日係嚟玩 SM 噶啦。我哋做啲咩咧？攞條鐵鏈。我兩個一齊做一個 reverse 嘅 lunge，OK？ 頭先熱身嘅時候都做過噶啦，動作大家都熟悉噶啦。一腳踏後上翻嚟 ，OK。不過呢個咧，我哋就負重啦。咁條鐵鏈咧就 7.5 kg 嘅，即係15磅到大約 ，OK。咁我哋一分鐘裏面鬥多 ，OK。好嚟三、二、一，好開始，快嘅，鬥快嘅，鬥快嘅。二、好、三，快啲，四、五，快啲，六、七、再快啲，好，九，睇下 ，Kiko 追進度啊，二十，同步啊，你哋要。三五，三五，三六，三六，三七，三七，三八，三八，三九，四十，四一，四二，四三，四四，四五，四六，夠鐘。好，四十五啊。同埋我四十六下。你四十六啊？係。即係九啊一下。九十一下。九十一下。第三個項目就係各位參賽者需要喺繩梯上面做 squat jump， 而限時係一分鐘。要冇落低啲，踩界唔界啊？系踎低，打开，系打开都要踎嘅，打开都要踎低。落低啲 ，good， 好两次，哇输紧我淋到你咁样。好快啊呢个！十秒做埋去，你赢噶啦！快嘅，系啊，嗱，你做晒就赢噶呢组。六、一、五、四、三、三、二、一，好！大组五石啊 ，Kingo 系四石半，大春就系四石。OK， 第四个项目啦，咁我哋做一个掉波啦，咁掉波咧。每一下掉之前咧，我哋都要做一个掉地下先嘅 ，OK？ 咁要举高个头向下掉落去，跟住然之后落掉前嘅时候咧，我哋做条腰要直嘅 ，OK？ 掉，跟住跌落地，唔好即刻接，等个波跌咗落地先。开始。好，一、二、
四。一。好，啱啱一分鐘。十二。四。你掟佢喎。二，好，最后一下，好，一，好，啱啱好两分钟嘅，两分钟，好，咁跟住之后最后一个项目咧，我哋就系一个拉力跑啦 ，OK， 咁咧就后边咧个 part 咧就需要拉住个橡筋嘅，咁就碎步，跟住前面嗰个咧就负责跑 ，OK， 好，你住，咁跑到过去，我都系，嗰个红色个飞碟嗰度再跑翻嚟。交換換拍翻翻嚟，跟住最快嗰 team 就贏啦。我成日都去跑步噶，我超唔中意跑步。咁我哋預備開始嘅時候，我哋可以啊，係啊，係唔好預備開始啦。咁啊，聽到個鐘聲響嘅就開始啦。OK， 好開始跑嘅時候咧，就用盡力。Oh my god！ 好撚痛啊！好撚痛啊！好嚟一、二、三，係。好，十六秒，都唔简单噶呢个。哇！呢个十八秒，好，准备就走，开始啦。准备，好，开始。翻嚟嘅，好十七秒嘅，我哋五个动作已经完成咗啦，完咗啦，咁系啦，可想而知，唔需要计系嘛，计一计分先，都唔使计啦，好明显啊，都系 Kango 胜出啊，咁今集又系 Kango 做 MVP 啦，真系唔抵啊，有边集？苏花，有冇人唔锯噶？四集，又真系四集都系我赢嘅。我要射啊！可唔可以講多一次啊？邊句啊？有我贏，我哋有花炮好，今次嘅勝出者就係 Kango 啦！你睇下佢幾驚 ？MVP 翻翻嚟啦，頒獎啊！呢個就係你嘅獎啊！去睇下啲人幾唔獎。今個星期集體活動嘅五個項目，最後得出嚟嘅分數。繼續是由 Ken 以五分領先，而 Keith 亦都有四分緊隨其後，而大春亦都一如既往得到兩分，繼續在榜尾。而在總分方面， Ken 以十九分繼續第一， Keith 有十三分在第二，而大春得十分。下個星期三個參賽者終於要面對他們第一個月的成績，除了上榜，製作組還有些大整菇給他們。看到呢度，如果大家中意四十二粒，下面俾个 like， 留个 comment， 将你嘅节目 share 出去，同埋唔好唔记得 subscribe 我哋 JMK， 我哋下个礼拜见。我见你好似面色苍白喎。